外围非常远的距离，直接拔起来。哇，这个球低手。哇哦，哇哦，是有看到他真的这两场进步非常的多。外围，林书豪的助攻找到的是吕振儒。哇，林书豪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。李倩，陈耀伟考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出手，又来一个三分球。在第四节的钢铁人终于适应这边的篮筐。吕振儒在外围又来一颗，哇，顺起来的话，这非常看到这样子一个假动作完之后带一步的三分线跳投，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经典招牌。万达又在今天的外围感觉也不错哦。姐，你掌握到那个节奏，好不容易手感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。林书豪的三分弹，再来一颗。啊，这是锦上添花。六位，攻下。要拿下林书豪加盟之后的第三场比赛胜利。这个手风顺。好，最后不攻了。原本这几波的攻击了，领航员还想来尝试看看，但最终都没有办法得分。最终呢，30分的差距。看到在钢铁人的第四节又回到了单节攻下了31分的高分。那在下半场，领航员也终于把比较正常的。